哎哥，这也能上网吧？很简单，有时间我教你。听说还能跟人聊天呢？能，这以后啊就进入 IT 时代了。IT？ 啥是 IT？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老挨踢，还老挨踹呢。是你臭小子踢别人吧？这 IT 时代呀，就是电脑时代、互联网时代。以后电脑呢，不光能上网、聊天，还能够看电影。多年来，真神奇！真的假的？有时间你好好学学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拿着。啥玩意儿？这些钱是给咱姐的。今天吃饭的时候人太多，你帮我给他吧。算你小子有良心，没忘了咱姐。我先开开眼啊。怎么还有汇款单？这是我大学四年的全部费用。大姐每次给我汇款的时候，单子我全留下了。一共是38650块钱，我说过了，我会还给他。你滚蛋，秦烈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心里还记恨咱姐？那时候你还小，有些事儿你不懂。别的我不懂，我只知道咱爹进去以后，是大姐辛辛苦苦撑起这个家，供咱们读书，送你上大学。送我去当兵，家里欠了那么多债，这几年他一个人全还清了。当年债主逼门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这几年为了供你读大学，姐在小饭馆里打杂，到大街上给人擦皮鞋、捡破烂，处处被人瞧不起。还去做最累最辛苦的背篓生意，背那么重的电视机、洗衣机，爬苏家梯子。那是人才济济，好的呢都让同事拿回家去。你的学费实在凑不够的时候，他就去血战卖血。常来这儿，我从来没跟你说过这些。都是为那个事儿，是因为大姐说你大学读书累。怕你有压力，不想让你知道。哎，说说您吧，您打算找一个什么单位啊？说了。现在好了。您听说您哥，你有钱了。还是挺愿意要。想还了。您这是38000多少来着？还有零有整的。我告诉你，好勤奋。钱你还得起，姐的青春，姐为你流的血和汗，你他妈还不起。你说你这大晚上的嚷嚷什么呀？就改不了你那个臭脾气。哎，看看，姐给你带啥好吃的了？什么呀？你上这儿来了？啥呀？最爱吃的回锅肉。在这儿姐采访。哎，采访？嘿，别跟我打马虎眼了。想拍片我就走，把这烂摊子甩给我们，不太合适。
都开始中柑橘了。一起去。哦，对了，去年有一个专家考察队来咱这里考察过，说咱这里具有种植柑橘的天然优势。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为了这个。行，明天姐跟你们一起去。哎，秦林，明天一早你打个车。打什么车呀？跟哥们借一辆就行了，没事儿。饿了吧？